等，永远不息，在台北夜里，喜欢和迷离，多少是一人着迷。你展现的飘逸，无名的美丽，走进我心，宿命将有缘人紧紧的相惜。我以为还满意，将我们分隔的不会是距离，走远方到异地，我们却慢慢的失去联系。我常常想起你，念着你，呐喊你，不知道远方的你是否感应。我知道我们不会再相遇，回忆就是一生最美的甜蜜。不要说可惜，你陪我哭泣欢笑吹风淋雨，心中的城市里爱刻着痕迹，台北不是个伤心地。你消失在雨季，思念更浓郁，遥望前去，我祈祷现在的你过得甜蜜。三号从屋子后面绕过去，四号负责找制高点，我这边负责正面冲锋。动手！喂，那边是几号？咱们要赶快往前引进，前那个地方容易被发现，很危险的。喂，喂。你的白菜，笨蛋，连防弹衣都不穿了。曾美丽，三志哥，我回来了，我去旧金山念书念了一年多，然后不及格科目太多，我就回来了。哎，你不要叫我曾美丽好吧，叫一两个人亲切点嘛。你这里做什么啊你？我去别的报社，人家都不要我啊，我就只好回到原来的报社啊。谁知道他们又派我来跑这最危险的刑事局去？哎，不用举行欢迎会了，我自动就回来报道。你看我这独家招式还不错吧？可你们出来办案都没有人发现我。你要把假山站在这干什么？很危险，你知不知道？我当然知道啊，最好的新闻就是要在最危险的地方取得，你知不知道？的样子啊！我到现在数到三，如果你不从我眼前消失的话，你看我怎么对付你？一，不要说我没有人情味吗？二，不要那么无情嘛！三。我现在正在忙，如果你要歌功颂德的话，麻烦你到别的地方去啊！哎哎哎，这一年365天都没见到我了，你就这么拒人于千里之外啊？我
我真满意做人这么失败啊。好，等我这个案子告一段落之后呢，我请你吃饭。玉芳姐现在去美国受训了，我代表她一起欢迎你学成归国，好不好？虽然你没有毕业。好，算你是有点诚意了，不过这个吃饭就不用了。你要是有点良心的话呢，你就给我一个独家。刚刚抓到那个人是不是割腿去了？哼。看你这么笑，我就知道一定是失恋，所以你刚才不让我留在这边。笑什么啊？割腿之狼就像饿狼一样，都是单独作案，学了一年多都还学不会，难怪连美国人都要把你当掉。好，算我笨。那这个案子你可不可以多透露一点点情报给我？有没有掌握任何的线索？哎，多多少少透露一点点，一点点线索嘛，有没有一点点的情报？你就这么摇啊摇的，你不怕把头给摇坏了、摇傻了，升不了队长，抓不到坏人啊？啊，村长！哎，英雄伯伯，一两二，欢迎这个，恭喜你们妇女团聚，恭喜恭喜，再见再见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哎，这个帅哥警官呐，最近哪这么客气？哎，我看他比出笑面孔来着。你安尼去一撮美国倒转来，啊，走路的姿势都无共，头壳低低，拖脚是钱，哪有你扣的啊？我刚回来工作，要是表现不好的话，会被炒鱿鱼的。前几天出差是意外的。我安尼专工屏东起来找你，啊，你嘛带恁爸来四界行行咧，培养咱弟仔囝的感情。不行，我还要工作。你要人呢？我变咯，我就是惊伊无伴，我唔才专工来找你。啊，你搁无爱插我，啊，你放我家己一个是要对落去啊？啊，无安尼啦，你讲要做啥工作，我来甲你斗做啦。不行啊，你又不懂。我是要放，我战英勇南部出关时，倒一个地方发生什么代志，我拢总知影。人阿相加啦，阿母相打啦，拢袂当瞒过我目睭啦。我安尼过桥比你行路较济，我食盐比你食米较济啦。我若甲你斗下手哦，迄新闻拢会来找你。有什么？这边落雨啊呢，啊你从我来家里散步。爸，我跟你讲，我有研究过那个割腿之狼的作案方法，他都是沿着市民大道那一区的巷道在犯案。哎，是我研究出来，这是秘密哦，慢点把人供。哦你看啊，他都在这一区犯案，还有这一区，然后还有在这里，在这里犯案，所以啊，我们就在这里等他，说不定就可以等到他哦。所以这一条巷道最适合。哦，你是要等到那个挂伤的鸡笼哦？嗯。啊，等伊也无啥秘密呢，等伊若真做出来，啊，你嘛唔捌哩。我就是要在这里晃来晃去，引诱他出来啊！哦，凭你女儿白白嫩嫩的这个耳，他还不上当啊？你要引你出来哦、喔！唔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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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唔多叫我挂个导航细，你安尼挨白叫好无？哎呀，太危险了啦！爸，我当然会提高警觉嘛，我就这样子晃啊晃，然后如果我一听到后面有摩托车的声音，我就赶快走到旁边来啊！阿妹就无代志啊！啊，你是要引你出来呢？啊，你搁跳一米？嗯，啊，那你搁白鸟岗咧跳绳的哟、喔？哎呦，这就是我带你出来的原因啊！我把他引诱出来之后，我就大声叫，你就赶快冲出来追人，啊，你还是有机会的嘛。那增加妇女二人出马，够有虾米好惊，对不？而且啊，说不定这是为民除害呢。要是有奖金的话，到时候分你一半好啦，听说很多。OK， 那为民抵押哟，我战英勇拢走头一名了。好，阿爸，那你去埋伏，然后我就在这边走来走去，你要注意哦。我一大声叫，你就要赶快冲出来追人哦！没问题，你大声叫，我都追人了。好吧，那你去那边埋伏。嗯。哎，喂。
为了你女儿，你千万不要睡着啊！我要为民除害。嗯。耳朵要去放大厅啊！阿爸，你用骑就好啊，哪用牵的啦？啊，我说唔知爱用骑，我都不要骑啊。免咱咧朋友面干啦，放心啦，恁爹卡定吼，比迄个高山迄人迄个机车吼，要较紧啦，你放心啦，绝对无问题啦，安啦。对人家还不起，啊！你相对家还，你们俩天天去外面啊！啊，跟我外修干将这边电话去报道啊！看看你们父女到底像什么样子，凭你们也想抓哥得知了。如果今天我是他的话，你们怎么办呢？回家去吧，不要再让我看到你们在街上游荡。我警告你们，不要再给我惹事了，啊！我跨清楚，我袂怕，我袂怕。拢是你，讲什么叫所以讲什么难。哦，拢是你，你啦，你啦，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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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现在咱阿嬷来变甲安尼，敢讲拢无别条路好行？咱搁想看有啥物办法无？啊，若无，我陪你来食头路啊，加找两下工课。咱较打拼的、较艰苦的，钱嘛是赚会转来啊。就这样做一辈子，像两只狗。苦够做一辈子，是为了要还债。
上个人看忙的代志，搁较艰苦，那嘛是爱行啊！不还不还了，我们两个逃到国外，什么都不用还了。我告诉你，别人可以骗我们的钱，我们也可以这样做啊！这样做又怎么样？又不会掉一块肉，又不会死。那也不用杀人啊！不用杀人怎么办？去到了国外，没有钱是活不下去的。你看看我，都快40岁了，难道还要我去打工端盘子？你呢，还要给外国人做下女？就这样的又穷又贱的活下去？照我的计划做，我们才会有未来。找个人把他杀了，把他当作我躲起来，你去认尸，你去领保险金，等我们领到2000万，我们逃到国外去，没有压力，快快乐乐的逍遥过一辈子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啊，咱起码讲的是要杀人的，杀人。阿信，我打你连一只狗、一只鸡，你都不敢杀，你哪有可能去杀人？哈、啊，不然啦，咱去想看有什么办法无？哈、啊，就这样子啦。不要啦，买啦，买啦，啦你干什么啦？我已经决定了，找个没有朋友、没有亲戚的孤单老人。杀了，把他杀了。无代无志啊！甲人伫咧医院感冒，无来银行领一个钱来去大庙安一个太岁，这条老命唔过叫拽起来，互伊两个小鬼抓去报道。小姐，啊，这阮查囝的口座啦，啊，我要来代替伊来领钱啦，啊，拜托你给我办一下。多谢多谢。奥利桑，请你脱口罩一下。啊！啊，我要来领钱，就爱给我脱口罩一下。嘿，这是阮银行的规定。有啦，当奥利桑年岁才济啊，安尼敢无？歹势，这是规定。恁台北那遐咧，遐济奇怪规定啦。啊，是即马脱？嘿，即马脱。啊，点才脱哦？嘿，安尼看较真啊。好啦好啦，就讲奥利桑哦。这边用钱啦，你若无我才袂现呢。小姐，啊你倒来听无？这银行的规定呢？这不是只我不对而已，那个柜台小姐，她说话也没成台语，也没成功，她不是这样，那如果也没什么丢脸，不是警察来而已。你让我在报社变成一个大笑话了呢？我不管，我不管啊！你赶快回去，不要在这边惹麻烦了啦。啊，人大家来看你而已，啊，你就要叫人回去，啊，再说台北我也七度不透了。你要看我也看过啊，我是真好，你免烦恼，好不好？好吧，我真的是没有时间陪你。台北是一个很竞争的社会。啊，这个社会是安怎？安尼就免老爸啊，哟！啊，若无我，你是石头坑拼的。安尼啦，等我放假，我再回去陪你，好不好？你都袂当了解老爸苦衷，我家己一个住在屏东。
我遐老朋友拢渐渐疏远我，干那我家己一个，干那变成孤单老人。那是因为你啊，太热心，话又太多，人家才会受不了你啊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忙，谁理你啊？我跟你讲一个很重要的代志哦，我已经得要死啊！是，够可能。那我就无可能，我65岁啊呢，我对从开始哦，拢感觉迄个社必安患无救啊，拢来咧找我呢，啊咧叫我的名呢，讲我时间到好转去啊，你转来哦，转来哦，安尼呢？阿爸，你不要为了要留在这边，就编这种理由来骗我好不好？你就无道德呢。哎呦，我唔敢骗你啦，我讲这拢实在啦。你啊，是65岁的身材，有20岁的体力。10岁的心情，起码要再活65岁呢。这样子好了啦，那你去海边玩，人家有送我那个海边招待券，可以住免费的套房，然后看很漂亮很漂亮的海景，景好正呢。我忍痛割爱，上好哩，赶快去玩啊！哎，无咯，啊你叫我家己一个倒在海边生哪哟？我这边死啊，你拢连咧关心我都无，我哪死你是看我袂着呢？你袂死，起码再活65年呢。再见，65年。他叫我去看，啊，规日叫我跳海啊！平常时啊，不要吹烟啊，到处都是人啊，就算要吹烟，连一个都无啦。太少，煞做起来。嘿，少问下恁抖音的纸甲笔无？啊，我要写我字啦，安才有啊无吼？啊，无安尼啦，我用钱甲你买啦，我才30000块啦。免啦免啦，我叫我停啦。恁是翁仔某的啊，还是情人带来这度假的？我看不是啦，翁仔某面，翁仔某面，一定翁仔某的吼。来，对，多谢。我当这事留在我的身躯边，嘛无什么内容。啊，这世间是足无情的，这怎好恁啦？免啦，这大家本来就是免啦。恁翁仔某实在是大好人啦。天公一定会保庇您，多谢您咯。歹势哦，我说歹势，甲您讲啦，我唔捌字啦，啊，你唔知当帮忙我呢？什么做阿姐咧？我写规字啊，真重要的呢。会啊会啊，啊，你要写啥？遗言书啦，啊，讲做遗书的啊。遗言书啦，啊，讲做遗书的啊，迄个人啊，特别死的真侪哦，拢爱交代挂话迄款的啦，啊，我都特别气啊，啊，无写嘛未使。无问题，无问题，你要写什么啊？我拢爱写，来来来，来坐坐，哦，多谢多谢，哎呦，恁拢是好人啦，恁拢爱大好人，多谢多谢。你唔捌啦，这是提供费啊。可怜我们送来的礼物呢，阿伯，你去写啥物？你叫，叫，我无叫，但那后生查囡仔哦，迄拢是土制鬼来出事的，要来给咱土制去啦。我连想也唔敢想，要阮某若想讲要生哦，我规气叫伊生条鸭卵花煎煎食条条，甲赢啦，甲生来得戆去。
你们说不早就去苏州未安啊啦，啊我唔只选一条路，要来遐解会合，阮某甲袂嫌我啦，甲袂参照社会安尼遐尼现实。啊，你也无某也无囝，这张连书你是要留下？啊，我咧想想咧吼，我嘛足悲哀啦，我怎能用哦？过去人缘嘛足好诶，真空交朋友伫遐嘛足济，啊但我要死啊！啊，但唔知要交代什么人，啊要交代什么话，啊交代这也无人会关心我啦。啊，搁再讲，我即摆来搁讲上侪话，唔多人讲我要死的人搁咧放臭屁，啊，规气团卖死啊啦。哎，你当唔是要自杀？要安怎自杀？你人好好就好啊，是啊，就爱安尼想袂开啦。啊。我就是想真开啊，唔才决定要行这条路，行这条路来跳海。我稍等下来跳哦，啊，你千万唔通搞我扭呢，莫搞我动，我去啦。太好了，就是他，没老婆，没儿没女，没人理他。我们把他杀了，也不会有人出面关心他。就是他。可是。没什么可是了，就在这个节骨眼，老天爷特别可怜我们了，把他送来给我们的，他是我们的救星。他都要自杀了，我们干嘛要杀他？那我们跟着他，等他自杀。然后呢？然后他的身体就可以用了。我猜你可以，你都卖糊涂，你哪个无出去外面参详的结果？就是要倒转来给我苦劝着我，无可能啦！我陈玲用决定的代志，到这牛来给我扭都扭未翻头，我绝对要离开这个黑暗的世间啦！何立生，你敢正经要安尼？阿婆，到底什么代志？我两个阿母会使来斗相共的。你阿母真是一个好人，啊，这情哦。你给我收起来，我若死了，你给我收着烧着烤尾钱最重要。人主也给烧我，阴间遐火也伫遐足济，我爱炸我来甲巴结，以后我才会好过日。阿公，我这去便利商店，再去遐涂骹安尼随便啊捡，这样统一发票，祝你中大奖。不要说再见。拉什么人？跟着走啊！哎，你两个往哪边家边家了？哎，我跟你讲哦。哦，外面啊冷叽叽啊，啊海水去停了，卡卡冰的啦。啊，我一世人哦，都上惊冷啦嘿。啊，咱有缘啦，你陪我来饮两杯啊烧酒，啊饮了，我再搁倒转来死，安尼我死了嘛较爽快嘿。都有好啉的所在哦，我拢知啦。来，转过来，转过来，来来来。送给我来，今天你是对面的饼子的天地的来。
在，我唔做这名商店，我来洗手间的，我当然叫我跟你听不到啊，到了就不会出来啊。奇怪，进来到现在都是他一个人在喝酒，怎么喝不醉？到底喝多少酒？他大概喝了一大半的绍兴酒。就算再给他喝一大半，也要把他灌醉。我头不钱安尼，头壳啊冷冷啊，头尾啊冷冷安尼。三年时间，我进来报道啊。三年两时间啊，进来。三年。我们当这些，我们当这些的人。三年有时间啊，这运动来哦。哇，你看不见那个小鬼哦，俺那胳膊背俺傻傻叫啦。嗯，我这去那阴湿地噶，唔知先做啥款呢？哎，我家己嘛唔知，我唔知做偌济歹代志。也不知道打到第几阵呢，我们忘掉了这一刀要抓我去报道啊，我都没时间打我啊，我要过去跳海也不上马情哦，我就不要讲了。好去好去，来来来，我跟你讲好消息好消息啊，好去，我跟你讲一个好消息啦。什么好消息？我看恁翁阿母吼，做人安尼这么好啦，我才感觉讲这个世间的好人啊，也阁真多啦，所以我才决定讲吼，要过来认真打拼，要重新做人安尼啦。嗯，阿伯，嗯，你是啥意思啊？我安尼就唔免去跳海，去学海水娃娃关系安尼啦。我安尼就管了选择，你翁阿母有欢喜无？我爱你千万，你才知道钱有多可爱。麦克托啊，你送他上西天。啊，你刀子在了窗户啊？这是我们带来削水果的水果刀。那你藏在枕头底下干什么？你管他嘴别说。你别刀来堵死哦，堵来就疼啊，哎，就来个就大声啊，会去老我就嘴呢。我是高炮。
喙齿头壳就长就长诶，就长诶。我看报纸写过，到时候连大小便都会抓出来呢。哪里没事，天哪没事，你不管他。我跟教育艺术啊。什么艺术？啊，都容易红血了。什么红血？海水，那他碰到海水，人们醒过来怎么办？那他会游泳怎么办？那男的现在一直跟我去啊，好吧，他本来就想跳海自杀的，我们就把他送到海里去吧。是的，哦，我爸这个人啊，就是爱朋友、爱热闹、爱喝酒，一定把你们烦死了，真是不好意思。不会了，不会了，一郎马金素明。哎，我郑重的跟你们自我介绍一下，你们好，我叫曾美丽，大家都叫我一两二，我的八字很轻，常会看到那种东西，而且叫我一两二，大家都叫我比较亲切嘛。我是在报社上班啦，我爸要是有什么打扰到你们的地方了，真是请多包涵。不会了，他很好，我跟他很谈得来的。谢谢啊。那没事，我们先回去了。哦，如果你有什么需要的话，可以叫我，我们就在隔壁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你们有空也可以过来坐嘛。好好好，再见，拜拜。哇！脑壳也肿。
咱那吃歹命，想要去赚一寡钱，好像比当天还难。不是咱歹命，是遐老伙仔有福气。就是伊福气嘛，因早起唔再出现，伊注定袂死伫咱手头。咱是不是无迄有钱命？无奈安尼啊！他干嘛呢？我的父亲啊！我的父亲啊！那不放过我。爸，爸爸，我要去报社了啦！哎，不要再喝酒啊！再喝酒就给你翻脸。拜拜。爹啊，你不能离开阿爸啦！你两个小鬼仔要来跟我抓去，你躲在前面才跟我跑啦，是的啊，你不能离开阿爸啦。哦，越老越会撒娇呢。不理你了，拜拜。医生，你无咧困，到来这要创啥？哎呦，我来困下去啦！啊，我目睭八斤都找无阮查囝，啊，怎么一个老爸醉甲安尼死，啊，无通留落来给我照顾，我来做伊行啦！啊，我感觉我踮咧台北无温暖啊啦，无眠念啊！我是讲要倒来屏东，啊，我就感觉恁翁仔某做人袂歹，啊，全工走来甲恁三时咧啦。啊，你若有时间哦，啊，再来去阮屏东找我皇帝啦！啊，我詹英雄哦，足风高的啦！呀，恁若来吼，啊，大二三十栋啊，拢总无要紧。啊，大镇的朋友做你甲带来，我绝对唔惊人食的啦，嘿！啊，我来外面吼，啊，食一支啊烟，啊，看一个海的，啊，我就要走啊！啊，你莫给我留啦！差不多啦，孤单老人啦。
吃槟榔熬红，第二公弄油烧冻，第三公吃粉拌方。啊，吃这粉有啥物路用？啊，规日卖吃，戒粉啦，戒。阿伯，你早点走啊？我无早见。哎呦，你妈想袂开啊！哎，囡仔拢较大汉啊，你当然嘛有家己想法，啊嘛有家己前途要打拼。其实我看出来，你早点真够有效的呢。有效。跑到一尾，伊遐臭臭跑了，放我这做孤单老人，伊干以后有事业，干以后有男朋友安尼尔啦。你这是咧食醋呢？卖啦，人愈老就愈爱看会开啊，安尼生活唔知过得较快乐啊。阿妹啊，今仔日啊，我好准备来转啦，我有一个主意啊，要伫遐阮家佚佗，阮某做阿叔家呢，你来互阮请好啊。好咯，阿我咧唔好诶，我踮伊遮坐几包，就是咧等你即句话啦。安尼唔只是好朋友，我甲你讲哦，我这个包包内面哦，也搁迄个清酒啦。啊，咱两个好好来吸一下吼，啊，咱先出来化群来教一下啦。啊，你会晓啥物群啦？做生意失败，厝拢抵了银行啊！像你我弟讲，那有啥物路？对啦。嗯。哦，阿弟啊，嘿，你倒足水个呢。哦，这无啥啦，做生意赚来啊。哦，这个弟讲，我去世界各国收集来。做生意失败就失败，卖遐臭蛋。无钱，也无啥物好见笑的。视频我爱看，明仔要创啊？哎，你酒太厚了。咱两个人根本无法度甲灌无酒醉。我你即马是咧起笑哟？我袂记呢，伊有一个记者的狗仔呢。咱替伊老爸想过危险，伊根本就袂放咱煞。伊哪会知影伊会去倒位，会创啥物？就算伊失踪啦，要安怎查？敢查会出啦？到迄头阵，咱应该照顾我。我愈甲伊斗阵久，我愈感觉咱应该来设计。遐尔古锥，遐尔善良，真的把我们当成是朋友。你应该这么想啊，他自己觉得活在这个世界上没什么意思，我们只是成全他。让他早点去极乐世界。那，这是规矩。嗯，胖胖，我祝你哦，长命百岁。多谢多谢多谢。好，林管家，让他长命百岁有无路用啊？咱人哦，活了都要有尊严，啊，身体有用啊。啊，做代志啊，卖对不起朋友，安尼不管你活几岁，嘛感觉真价值。对对对，来来来，干杯！啊，对对对对对，来慢点，喝酒诶，
啊，我嘛爱甲你讲一句好话咧。哎呦，啊，拄我恁母啊，恁骂你讲你死爱面子，这点我甲伊同感呢。咱人趁钱，大家都爱啦，但是趁来钱啊，都爱家己心会安。咱趁钱都爱趁到互咱的朋友，啊，甲恁母，甲恁本人，讲咱就应该爱趁，你真敖趁。安尼你开钱开了，你才会爽。我讲安尼，你讲对无？对啦，对啦，对。干杯啊！哦，干干干！胖，这个小酒胖。好酒，好酒。所在啊，是足偏僻的，我找足地所在，才进入遮。刚刚真是变咧做，我使做收入唔少。哎呀，我卖咧做啦。你计是我介意是啊？我介意杀人，介意犯罪，我是为着咱阿母将来呢。到这个时阵，你还搁咧想啥啊？把药册送你回去啊！我要创啥？嗯，哎，风啊头着，伊头壳顶佫毛毛，啊，万一若感冒，我要安怎？伊都要死啊，佫地毛啊！这是要创啥？干出来！还是啊？啊，是的啊，我有个酒醉啊。嗯，我这是什么状态？我都没有开车，我来坐在这个驾驶座了。那我坐是安怎驶来啦？嗯，啊，你哪是上海？哎呦，啊，拢汽油味啦！啊，恁用汽油在搞辛苦哦。欧弟桑，我有一件代志要甲你讲，我甲阮翁两个人害真济债务，要逃走去国外。哈？你要去住外国哦？迄外国敢人伫大个所在？我听讲外国人哦，真歹剃头呢，还佫真歹引头路。所以，我要带2000万出去啊。恁有2000万哦？哇、哦，那恁都好起来人啊！我甲你交代哦。有钱的代志唔通互人知影，我知无要紧，我陈英雄绝对袂甲你开嘴借钱啦。遐若叫遐歹人知影吼，哦，伊就想东想西啊啦。无啦，这钱吼，爱骗保险公司才摕到啦。阮翁要囝仔消失伫个车内底，我去认尸体，去保险公司领钱，然后阮两个才悄悄的做伙逃走去国外。哎呦，这敢是办法啊？那保险公司也不是戆人啊啦！啊，
百两万八都有芳，一定用调查出来啦。我已经无别条路好行啊，坑啊，嘛是爱拼看卖的啊。那恁你受可怜啦，管你要拼多少贴料就丢啦。那安尼甭改拼看卖啊哩，嘿，要那安尼恁都爱找一个人踮咧这个。也不是你，也不是伊，变多，就是你。嗯。也不是你，也不是伊，变多，就是你。嗯。太衰了。我那要衰了。啊！我跋脚都唔捌赢，六彩两字都唔捌着，一只着就顶阿尾三字个哦。我叫伊摸，你做人上好我知影。你甲恁老舅个讲，叫伊莫甲我笑死啦。弟弟，你都无想要活，用你个性命，互我阿伯发财，我会甲你当作恩情人，甲你奉祭，甲你拜拜。绝对袂甲你亏待的啦！我无爱啦，我无爱啦，我无爱黄小四啦！拜托的啦，拜托的！叫你甚物？以前你交代，只要你讲，我两阿母一定来做到到。诚实的哦，我若讲，你一定会答应我。好，我无爱死啦！我今麦感觉这个世间哦，真温暖。我本来是安尼乌白想，唔知想讲要去死，我这么无爱啊！我这么要搁加活几年，活六十五年，我搁要抱一个外孙的啦！我就要某进来啦，甲讲一个啦，我就要某进来啦。好啊啦，金浩，落车啦。我就要某，你甲讲一个啦，我就要骂你啦，我就要某，我就要某，我。昏迷不醒，医生说很危险。这两天，他就跟我说他快死了，叫我不要离开他。我一直以为他在跟我撒娇。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。你刚才难过，英雄伯伯不像是短命的样子。不是不是，
我一直和你有一样的想法，认为自己的爸爸很健康，吃得下，跑得动，甚至还能开玩笑，怎么可能会有问题呢？我只看到了外表，他已经65岁，知道自己日子不多，他会恐惧，因为这些孩子相处的时间。而我呢，我连他不在乎他，甚至还笑他，我根本就忘了他已经没有了老伴，他需要孩子的爱，孩子的关系。而我给了他什么？一张海边的旅游招待券，我就想要打发你。我算是什么样的女儿？我算是什么样的女儿？爸爸，你不要离开我，你醒一醒啊！你原谅我好不好，爸爸？爸爸，你不要离开我。阿爸，父女同心，你太激动反而会影响他。现在需要的是你的帮助，一切都还来得及。这是谁的衣服？从我阿爸身上脱下来，我准备等一下带回家。怎么身上汽油味？车子是在很快的速度下撞到他吗？撞击和汽油是两回事。你说那个老头子像发了疯一样的跑过来？对呀，挥着手突然间跑进来，谁刹得住车啊？那你抓到他下车以后，有没有看到其他人？比方说，有人追他。这个，哦，有，那边好像有一男一女，可是他们一下子就上车走了。上车走了？你说那一男一女原本是在车外？好像是哦。没错，他们是跑回去开车走的。两边多注意，看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东西。
蔡明龙。拄仔迄台车，该弄个较大个，伊毋知死无？卡叔讲，伊若无死，伊敢会报警来甲咱掠？伊阁知咱住伫倒位，咱来紧走无？这件代志，证明你想要害人骗钱的方法根本就唔对的，也未成功啊！我看咱卖阁安尼做啊，卖大下啰嗦。这人害未成功，还阁有别人同我害。我也是跟着来给你看。刹车坏了，会不会去找别人？你就狠心一次，杀了他。他们已经死了一年多了，你看到的不是人，是鬼。永远相随。